不大。也不大。相信大爆炸。也不大。Big Bang Theory。也不大。就是说，经过一个大爆炸。来大妈妈。这宇宙就出现了。可是我们在新闻里看到，爆炸过后不是有人死，就是建筑倒塌，到处都是一团乱。怎么可能炸出这美丽的宇宙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